主料干邑二三十克，苹果360克，辅料冰糖80克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银耳温水泡发洗净后撕成小朵，苹果去皮后切成大块，在银耳中加入适量水，大火煮开后10分钟，加入苹果，加入冰糖，再次炖煮30分钟左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银耳用温水泡发，如用压力锅，可适当缩短炖煮时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